今天一早，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真凶也已经找到。专家组认为，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。这次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是针对人类此前已知的六种冠状病毒而言。冠状病毒是一类主要引起呼吸道、肠道疾病的病原体。目前呢，已经证实了有人传染，是在两个地方，一个在广东，一个在武汉，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的感染。他都是为大家好啊，为老百姓身体着想啊，我肯定能给你的呀。我相信国家肯定能够把它治理，能够把这个病彻底搞掉。说是感谢还是感谢，对我们都是无微不至的，什么事都是有解放军我们就安心了。一支支医疗队，一批批医疗和生活物资持续运向湖北，运向武汉。我宣布解封武汉高速通道有序恢复对外交通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，积极复工复产复事复业，加快恢复生产生活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买茶买茶买茶！这个口能不能封得住？直接反击上！数万名群众的身体安全，务必完成这项任务。同志们，交给你！三、二、一，点火！点火！点火！起飞！起飞！起飞时间：动九十四三分，动四秒，两动动毫秒。3, 2, 3, 3中国边防部队果断采取自卫措施，对印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抗击，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志愿军烈士们，祖国接你们回家了。我现在的梦想还是想当赛马王子，和我的珍珠一起在草原上奔跑。我现在好好学习，以后为家乡出力。贵州省宣布最后九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，至此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战报。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。嫦娥五号任务创造了五项中国首次。我们的探测的对象已经从月球进入到了行星系。在湖南韶山，毛主席的故乡，作为我们异地在位点，以告慰毛主席，我们尊敬的伟人，可上九天揽月，这个夙愿的实现。